今天那个陈冲啊，可是一点也不冲啊。他说那个拼经济哦，你光讲经济啊，你要把我跟你讲，你要把那个日本跟美国要分开来。你说日本也很有钱呐，如果光讲经济的话，这两个方向不太一样哎，不一样哎。你走到日本这边的话。不行呢，你一定要走到美国这边呢。看似哦，都是叫所谓资本主义哦。哦，还有什么松下幸之助对不对？什么经营之神？可是不一样哎，你走到你如果走跑到日本去哦，那你的女儿就被吊起来射 BB 弹，哎，真的吗？人家真的这样玩吗？所以啊，你拼经济啊，你要把日本这个道路啊，你要把它分出来，不能走日本道路。这是一个漫长的觉醒的过程哦。这我们都会做了，在做，然后，对啊，这我们都会做啊。这慢慢的就已经把它给怎么样，eliminate Japan 了，要慢慢的把它给隔除了，eliminate。那他自己有他自己会不会振作？不管他了，反正第一个我们防卫做得很好，把自己防卫好。他就觉得没搞头了，他就觉得他没搞头拼经济啊，你不能走到日本的道路啊！你光想赚钱，真是很危险的。你要走美国道路啊，你要走美国道路。这个你要，就算你是所谓的右派啊，你右派，你走到日本岛啊，你也不行，也不行。你要走到美国。